不是哥，你看啥呢？哎，你看那是不是朱总？哎，我操，还真是哎！啊，他旁边怎么还有个男的？你认识吗？我不认识啊。这看一下。哦。哎，小吴。啊。我这样，朱总应该认不出来我。你这样别说朱总认不出你了，你亲爹都认不出你啊。说我这长相也不输这男的吧？不说。那我的身材，身材更是没得说，你一块腹肌吊打他八块。那你说朱总干嘛跟他出来，不跟我出来啊？不行，朱总肯定是被骗了，玩旧啊！哎，等一下哥，这咱们先不着急，万一这个人是客户，对吧？这样，咱们先拍个照，留个证据。要说坏，还得是你坏啊！哥，谁先说？我先来。好，你先来。刚跟你出去约会的男的谁呀？对，刚那男的谁啊？我没约会啊。哼，没约会。哥，把证据拿出来看看。铁证如山，我告诉你。你们说他啊？嗯。这个是我最近合作的厂商，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没什么事儿。你又有什么问题啊？我是觉得吧，你是出去跟人谈个生意，怎么还露腰呢？是吧，运主管？啊？不是肖虎，这都2023年了，你管我穿什么？不行。合着你们俩刚刚不干正事儿，偷拍我去了是吧？没有啊，那个主意是小虎出的，照片他拍的。哎，你这人，他不仗义。拍的。不是，朱总，我这。行啊，拍照技术不错，那就罚你给我拍一天写真。啊？